对乐天来讲。哦，就这个球，有机会，有机会，哇！今年的第一支虽然不是胜在例行赛，但是在季后赛开轰了。我觉得说，的确他是一个大赛比较经验蛮丰富的一个选手，那的确他在大赛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提升的就是非常好，就是他可以知道说他自己在攻击面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层面。那我觉得说这部分，经由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中心棒是复苏了之后，那对于整个球队来讲都是有帮助的。请来了这个开球的一个贵宾啊，同样也是体育界的好手哇，而且他穿的是全身的装扮啊。请来的呢就是同样 Eleven 体育家族转播的 T1 直篮联赛啊，高雄海神的海龙王胡龙茂，所以我们来看看他的开球。能够邀请来为我们今天的比赛进行开球，那这次的合作其实非常特别，尤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很多我们桃园男儿，对不对？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有趣的事情呢？有，其实有是因为我要穿棒球装，然后拍投球的动作，然后就有遇到雨勋，然后他教我，他要穿篮球装，所以他教我投棒球，我教他投篮球，哇，我们互相交流一下那个姿势。姿势的部分，所以都非常的帅气喽。那是一定的，因为长得帅嘛。这是不得了的，长得帅，姿势也一定帅。那作品你有看过了吗？有没有满意？有稍微看到一下，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的特别，然后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卡片。没错，也呼吁我们所有呢支持两大球队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收藏。那其实你们 T1 联盟的这个赛季在今年也即将要开打，听说你们的第一场是在11月27号，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实今年我们球队除了第一件事，我们硬体的提升非常的多。那我们最近也开始售票了，所以我们就像我们有很多就是儿童卡啊，然后我们也有那种1+1的方案，其实都非常的优惠，可以希望说各位喜欢篮球的大家神队友们也可以进来高雄巨蛋来帮支持我们。
好，希望所有的神队友以及我们的十号队友都可以进场来为我们最喜欢的球队加油打气，对不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就希望有你的蜂王气势也帮我们加油打气一下。没问题。OK，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龙茂呢就我们的开球位置，要为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来进行开球。同时，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接球捕手乡长陈宇勋。好的，相信呢拍照的时候已经训练过，现在的 pose 应该会非常帅。龙猫准备好了吗？好的，三二一，请投出。好球！我们再次谢谢龙猫为我们今天的比赛开出好球，那也邀请两位一起来到我们的场中间，看向的前方摄影机一起来合影留念。那这次呢也跟我们的十号队友呼吁一下，我们有推出限量的 The King 写真卡册，里面有珍贵的龙猫对决卡，同时还有附赠乐天女孩的跨页海报一张。